直动，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出力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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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奶奶放松。放松，放松，不要出力哦，不要怕哦，放松哦，好，来，这样子，来，嘿嘿，他都出力了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哦，等一下用背抬一下，背抬的比较。来，奶奶不要怕，放轻松，放轻松哦，放轻松哦，不要怕哦，不要怕哦，今天要收复健吗？今天的？阴间应该是的。不要出力，放松哦，放松，不要出力啊，绷得紧紧的。奶奶不要怕，不要怕哈、不要怕哈、你把那个帘子拉起来一点，因为下来这边。奶奶，不要出力，放松，放松。不要出力，来伸直哦，伸直哦，来，来伸直哦。哦，痛吗？不痛吗？不要出力，放松。你越说这样就越伤脑筋了。还挖出来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气你在这地方，你越不推的话越糟糕。奶奶不要出力哦。他这条腿还会出力呢，表示还可以救呢。有一种是完全没办法出力，但是完全没有办法，就在附近也是没办法。出力啊，他自己缩成这个样子。不要怕，奶奶不要怕，伸直，伸直，不要怕哈、哦。
你看，你来看他这一坨，就一把灰撒。嗯，那有一坨是不是？有一坨，它是气体在这边。你不，你如果没不把它处理的话，以后变成那个医生会说什么公共性死，即使不是，那个气体那个地方而已。慢慢就灰它一定会消，因为我这有曾经过，我知道都把它灰散了。你这边不看这坨，没吐出来感觉，我这是那坨，对呀、啊。所以你也有学过那个脚底按摩？对，你脚底跟全身差不多，五脏六腑都在脚底，跟全身都通往血管啊。所以你有学过？有，也有学啊。嗯。你越不推开，越糟糕，我告诉你。因为这个我曾经有过，我知道我是把它推开就没事。后来医生判断说，你要剥一只那个血脂液，等它发了，我再把它挖了，我就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，没事了。外科都这样子，等你发了之后把你挖掉，这是对的吗？在中医来讲不是这样的，把它推开，气血在那边把它推开就 OK 了啊。我烧两次都 OK 啊，他只是怕痛啊，当时我是很痛苦把它推开了。他这一点慢慢在红，他先红，红了之后慢慢已经很那个，都是烧了，你看看有点红红的。我们快看，很痛没错，他现在有点红红的哦，累积下来红。红的越打多了，你就慢慢推，慢慢推。这是什么东西的反射出来的？这应该是属于这个，我你很怕问好了。我知道这一条是肝肾，三条经络在肝肾不在这个地方。我通我这个穴位，肾脏是在这个地方的，这一条的地方肝肾。也要飘这样推吼，往上面去推，推，这样推，然后再推，推上去，人在这边，把它拿这个。这已经肿了好久了吧？会不会？我都发觉了。你看他的那个表情了、啊，很痛啊，真的很痛，没错啊。快忍耐一下，奶奶，忍耐一下。这越糟糕。好，让你休息，让你休息哈、哦，来了。来，不要怕痛哦，你越怕痛越伤脑筋的。奶奶来，身子。来，他都在处理。来，伸直，来，不要碰，不要碰。你现在越不拉了，越伤脑筋的。来，不要碰，不要出力哦，奶奶，不要出力，不要出力哦，来。啊。控制，不要出力哦。来，你不要出，他有出力嘞。来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没事的哈、哦。啊，放轻松，把它伸直。来，不要怕了。他这里是多久了？就是你从那边来这边多久时间？但是我记得是没有这样子啊。其实就只有一个月而已了，应该不一个半月，一个半月。来，奶奶伸直了。嗯。来，奶奶别怕哦。来，不要出力，来，放
轻松，没事的，来放轻松。没事没事哈，没事，放轻松的，你不要出力哦。伸直，奶奶伸直的。要放眼睛哦。来，来，奶奶来。有时候牛奶的话，一定要叫你帮他拉一下。每次松一点，松一点还是有帮助的。奶奶伸直哦，不要碰哦。来来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伸直的。他特别累，也有帮的啊。啊？你说那你那个飞老师？没有，当然是他飞嘛。没有这样子的。没有，就是他们推完了以后就直了。我跟那手法不一样，反正殊途同归了。放着来。要缩的，不要缩，伸直一点，伸直一点，不要缩。哈哈，好了，伸直了，不要再缩回去了。不要出力，你一边出力一边收工。全部都倒下去。没多少。他那个。说是用浸泡的，全身浸在，不是浸在那个里面，但是浸，浸是冷的，不是在冷的，而且对老人家来说太刺激了，嗯，要浸。他本来是建议我不要用浸的，但是用个棉花这样用，好，敷在上去，敷在上面。但是那样对他的是谁讲的？那个我，他是医生吗？他们是祖传秘方的。他很厉害哦，他们有一个很多人都给他试。外敷是没有关系，如果试的话要小心。对，不是，外敷还好。很多人都给他弄的弄坏。推推它不会那么亮亮的感觉、啊。不要碰，不要碰，不要碰哈，不要碰哦哈，再拉一下。
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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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你休息了哈，啊不要再收回去哦。西尾那边的麻醉一推哈，旁边两点，后面两点。再不会哇哇叫了吧。侧身的来，那我们把裤子穿上，你下面不推了就把裤子穿上。啊，你不是要擦吗？我要擦一擦嘞，擦一擦一擦。当然，上次有擦，你今天不擦啊？啊，你是说擦你那药是吧？对呀，你要擦，你要来擦一擦一擦比较好。好好。你走了，人家没有开工了，啊，在里面会热热的。嗯，等一下，阿嬤你不要怕，阿嬤你不要怕哈，来翻过去，翻过去哈，嗯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哈，来个啥，盖着盖着盖着，可以，不要怕不要怕哈，哎呀，嗯，真是的，嗯。是不是的？嗯，来安抚一下。很紧。每次我们给他正面弄好了，嗯，然后就是脚像你刚刚好已经拉得差不多直了，嗯，可是一换尿布，啊，这人你用那个有一个就可以垫，嗯，不要让他缩得太厉害，那就又缩回来，这个可以让他可能麻烦一下哈，哦，稍微垫得比较硬一点，买一个不要太软的，哎，也不要太大的。不要太软的，也不要太大的，最主要是要垫垫住这个地方，不要缩得太严重，你知道？像这样修理就太严重就不行嘞。可是他就没有办法放松，你知道？对，你看我们刚刚才弄完，但是他脚又缩起来。都是有办法，办法都要突破的啦，是人道问题啊，他们觉得没有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。我就一直在想说，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做好的成果？每次一做完，然后还要收回去了。对，所以差别是这个地方了。在哪一个地方？按好了，对，它已经有松了。问你说它翻身的话，你上次对多久时间？两个小时。对对对。你买一个那个有点像硬硬的，也不要太软，不要太硬啊，不要太大。hold 住这个地方，所以就 hold 住这个地方，不要它卷成这个样子了。
要去找找看的。我是听不懂要买什么东西可以当。买像这种，但是不要太大，也不要太硬，也不要太软。那这个会太大吗？这是还好，但是比较还小一点点的嘛。小一点点那个呢？那个呢？这可以垫吗？对呀、啊。这太硬太软了吧？对了。其实是要预防它哈、哦嗯，太软的话，预防它一定卷成这个样子啊。如果硬度的话，它也不会卷得那么厉害啊。我还是不懂要怎样。所以那种东西要那种材质要去找了，不要太硬，不要太软了、啊。帮你帮我买回来，我就是没时间去逛街啊。我就搞不清楚这是怎样的东西。像这也是有点软的、啊，但是你要垫就垫两个啊。如果垫两个比较那个、啊。有种枕头的话，也是 OK 的、啊，垫一下，反正两个小时搬一次吧，对不对？他那个是也是蛮年纪蛮轻的呢，41年次而已。是。对对对。41年次。他是那个唐氏症，唐氏症先天性，现在社会局弄过来的。真的、啊。花边就对了哈。这个呢，你待会用这个是试试看哈、哦，把它对折下来试试看，不要卷得太厉害。你先这样可不可以？你来看看。是啦，就这个是比较好的。这个好，然后等一下，这身子垫的不要太那个，身子。这个太厉害。至少不要卷成到这个地方了，就伤脑筋了。至少有一点点帮助的。来的话，女儿来的话，就记得把它拉一拉，拉一拉，筋络可以松啊。先推了之后，再拉一拉，再来讲都有帮助的了。看他这一趟那边，去了那一坨，不要让他一直在搭起来那一坨。我刚没有讲那一坨，他现在有点红红的哦。你每天如果有来的话哦，是这只脚吗？搓一点，搓一点，它是这只脚。它是应该是这一只脚还是？这只脚。还是那只脚？你说这只脚吗？两条腿都一样的哦，有点。去推了哈、哦。我收一下在这边吧。不妥了。我收了，我还没有搓啊。
不要怕，不要怕哈。翻过来，那连上身。翻过来哈，来。等一下，我来拉，我来拉好了。你过来这边，你过来这边了，我来拉了。好好你过来这边的。小心。没事，先弄过来这边。等一下，人家不用泡水，放好一下，放着 ，OK。帮我拿一下药膏。你放在那边。我等一下。这个两个角的这个地方都有淤青。骨头都有退化了。下雨下雨，我没有的。他现在想要睡是怎样？他眼睛想要闭上是睡嘛，但是觉得舒服才要想要睡。不要在他那个，因为有药膏在那边，擦掉再去擦比较好。现在比较没办法吸收，因为药膏已经吸收了，而且师兄那个不好。你擦掉再去再帮他用啊。Yes.
痒？炸药有没有痒啊？有没有好？好一点。还是要把那个药膏擦掉吗？当然擦，我说已经擦了，再多擦一个。它吸收比较好。那我先去拿那个水。对呀、啊，先让药水擦一擦。先去拿水，先去拿水。酸的，奶奶不要碰。那个，请问你刚才你弄好了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弄了用好了。啊，好好，我来，我看一。翻过来了，什么？翻过来了，翻过来了，翻过来，来翻过来，不要晃，不要晃了。爷爷，你来吃饭了。来吃饭。嗯。算你学会了。来，让它停，躺平，等一下，先躺平，把它拉回去一下，拉过去一点，躺平，哎，躺平，肚子要站起来，肚子要站起来。你这个先擦，然后再裤子先穿上啊。嗯。你那个脸贵一点的事情不要擦这个嘞。嗯，对呀，两条啊，腿跟腿的事情啊，点不点不了点，点那毛巾呢？对。我已经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擦脸的，哪一个擦脸。你就买点那个小条的，一般的小条擦脸，它就是擦腿就好了。对
斜一边。哎，他都斜一边哈、哦。对。我头都歪一边了、啊。身子，来，身子来。盖子还是早点。助力，别助力，别助力。
不要怕，身子哈，放松哦。不要出力哦，奶奶不要出力，放松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好，放松，放松，奶奶放松，不要怕哦。你像刚才那么磨脚。不要怕，放松，奶奶，放松。因为拉也有拉的效果，你泡有气泡，但是拉有拉的效果，能不能说？嗯，所以三两天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拉好的。啊，所以你要拜托这里面，好拜托垫一下，不要让卷曲的太严重。我们等一下看怎么样跟他沟通。跟人家沟通一下，就啊，怎样怎样，对，要照顾很多人，没有那么多时间讲，就讲这句话的。对呀，很累哦。对他没让我们讲的，对，他讲不会是白讲的了。所以只要如果你有常来的话，就让他来，还是有效的啦。来，奶奶不要碰，不要碰，放松，不要出力，好的。好，看一点，看一点。不要出力，他有出力，他有出力，不要出力哦，奶奶不要出力，放松。一颤脖怎么办呢？以前他不会听。不要出力，不要出力。我来当他又出力，不要出力哦。别说有些人为什么去做瑜伽，瑜伽是拉筋而已的，没有那种效果。碎屏要碎屏，换一边的了。要伸直哈，不要怕啊。哎，他斜一边，你看。那整个身体，倾向一边，他就。脖子是倾向一边的，整个身体都向一边。他头没有顶住那个枕头啦，但对颈椎就很伤脑筋嘞。放轻松，奶奶放轻松，不要怕哦，你不要出力哦，不要出力哦，出力不行哦。那这个不是比较全面？为什么放这个？好，伸直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哈，奶奶不要怕。
放了一点点了，来。哎呀，讲的要放松。对，就这样子。把头那么顶住。啊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你看，高一点，他的头都顶住这个地方。他一直这样子的话，这个颈椎会受伤。又弄太用力了，会受伤。行，伸直哦，接着伸直哦，吼。他还没开始的时候。容易淤青了，来先冲上来。伸直的。是没有穿上去的，没有，他没有穿上去。那个方便放那个尿片了，不然太热了。仙子，别站住。这样子的话，顶这样子不要它弯得很严重，稍微要顶这样子，不要弯得太严重。你们要去换水了吗？啊，要换水。你先去换水，来，等我的洗手间。好，你先去换水。我现在一个人在这边呢、啊。那个床帘要拿起来。我等一下，我拿，你先去换水。
主哦。坚持哦，哈，放轻松哦，放松哦。来，你想什么？来，睡觉，睡觉。求助吗？要不？这个要绑住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先上个洗手间，我看一下。没关系的，它会消的。就是因为里面稍微搓一下的话，它那个血液搓不到。等我再一点点就好了，我再次把。看你那个杯子嘞，再掉到下面去。啊，杯子还有没有？杯子就那杯子反正不会破的，拿起来再装一点。它不能再装，你在哪里嘞？有没有在下面那个？哎，这边还有，没关系。来，拿一点点就好了。先把它搓一搓，把它敷上去就可以走。不必太多。把它全身。拿一点点就好了。嗯，放一点就好了。你买整瓶的。对对对。慢慢进去。那我就是，你还有那个盒子吗？我现在打电话给药局啊。
看这里，这很明显。嗯，很硬哎、欸。啊，那个穴道很硬。那个穴道很硬，这叫什么穴道？它针对这些关节的穴位在处理的。这个穴位是什么穴位？我的意思后，如果要讲这里面内侧三个筋经的，我经过来讲是肝肾脾的，外侧是那个胆跟那个胃经的，后面这条经络是那个泌尿系统的膀胱经的。我就想说，嗯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它有一双袜子，你可以把它挂上。我看不到啊。他来就没有穿的嘛，我来就没有穿的嘛。放在哪个地方？应该是昨天我有跟他穿的，所以应该就在这附近的。那个不是他的，那是我的，他包包里面拿出来。那你放在哪里？嗯，放在他的那个衣柜里面找找看。放在上面，就这个。哎，对对对。那几天就消下去了。好像也是有一点，也是没有这个淤青了，是不是？上次，上次是没有的。我的意思，他这个弯度失正，把他就不会再紧缩着，你知道吗？对哈。要弯折了，等一下，你把它对折了，对折了，脚腿对折了，就这样子了，它就不会缩的那么厉害了。没得找，我来看有没有的，等一下。那个不是。
死，那一包不死。这边是水泡。等一下哦，你要等他们忙完。他不用吃啊？啊，他九点吃的。四个小时喂一次，对不对？三个小时。啊，我那个要收，我。来。那我。